次答应大家说，只要满200人哈，满200人我也是要穿啊。我想要尝试各行各业不同的职业，看看除了八大以外啦。还好我们是三立，还好你是三立，三立是三立。来一个，哇，会了吧？哎，是销售王。今天你好，来，请自我介绍一遍，请坐。请自我介绍，请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诗诗。诗诗，你的三围是30、41，然后20，然后34。21。20。来，满5000免运费哈，来 S 大满5000免运费好不好？你可以来凑一下5000块，满5000就免运费。谢谢我们的李诞哈，谢谢我，谢谢李诞哈支持哈，谢谢李诞支持，来支持的哈，赶快帮我分享一下。没有啦，就是上次答应大家说，只要满200人哈，满200人我也是要穿啊，所以没办法哈，大家答应你们的就是一定要做到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赶快进来的帮我分享一下。哇塞，活泼，你是直播卖这种海鲜的对不对？哦，牛肉海鲜。为什么你们常常弄个大盘子？然后一直丢东西上去，各位好好好好好，哎哎哎，我不要，各位哎，会不会买看这样？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？就是如果你价钱加的越高，然后我们东西就会丢越多。啥意思？只要就是竞标的意思吗？对，只要不要低于我们的成本都 OK。哦，比如说哦，现在5000，比如说10只。嗯，那我又标5200。5200的话，那我就是在加东西呀。就是5000，哦哦 曾经一次叫卖最高的是多少钱？快要接近10万吧。一天10万，嗯，多。直播拍卖的人就是，我觉得是各有各的个性，嗯，有的是很诚恳的，嗯，有的是你爱要不要的，然后有的是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因为我有看过那种在直播啊，他可能一个人，你知道，嗯，他就在那边讲，一直看人家写什么，他就可以坐在那边讲。然后我在看定格，欸，我还看我是不是我这个没有在动，然后就很多很多感觉哦。那你怎么会加入这个行业？我想要尝试各行各业不同的职业，看看除了八大以外啦。还好我们是三立，还好你是三立，三立三立。除了八大以外，就是我各行各业我都想尝试一下，就是赚取一些就是工作经验。一般呢，就是有实体店面都会大家这个用价钱互相竞争，你们也会吗？我们蛮多恶性竞争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恶性竞争，给别人背包，我能把。没有，因为我们的厂商几乎都差不多，嗯，但是有些可能有些平台他们没有在课税，就是他们逃税。哦，他们没有在开发票，或者是没有经过卫生检验，是啊，可能他们卖得很便宜，大家会愿意去买，但是这品质下去的话，可能他就整间都会倒了，而且吃下去落塞，对啊，什么商品拿出来就一定卖很好，明星商品，比如说刚刚那个什么帝王蟹，是不是牛肉和牛？嗯，和牛吗？还是普通牛？我们没有卖和牛，那你们卖的牛肉是？我们卖像双酱。嗯，是澳洲的还是日本的还是？这是美国，美国的好吃啊，美国的好吃啊，就是它很大块，然后又很便宜，是标准台湾心态。那可以送我们几块吗？可以啊，刚可以啊。你做这个，其实你现在已经得心应手，嗯，对不对？对，熟悉了，熟悉哦，熟悉了，哇，熟悉，不要跟我，不要听啊，谢谢你哦，来，请坐，哎，欢迎。而且刚刚看他刚穿的那个，你看我说嘛，事业线就是事业线，真的哎。那杨丞琳，你因为来节目上穿比基尼，就啊，形象已经这个扭转成一个非常对啊，我妖艳的有舞。在那个就是贵节目穿比基尼之后，然后跟好像就外景节目穿比基尼之后，然后粉丝从原本很可怜的4万，然后变成现在10万。我就觉得，想不想30万？真的是，你现在脱。恭喜三立新闻网 YouTube 突破100万订阅。